啊，这现代一人穿哦，咱今仔安装的是索尔的双喇叭。啊，咱这一粒吼、哦、是固定伫这排气管的尾端吼、哦，伊的出口就是朝向这边，啊，另外一边就是左侧吼、哦，所以讲就是左声道、右声道哦。啊，这边就是固定伫排气管顶头，哦，该当一个海啊呢。哦，一起晃动哦，这就是该固定成一体。啊，这边就是固定伫车台顶管。啊，咱这沿用的螺丝就是原底螺丝孔。哦、啊，这里后你就算拆掉的话吼，伊、哦、嘛是袂动着你原底车体的部分啊呢。好，咱这后侧吼、哦，这个喇叭线，吼、哦，喇叭线已经扭起来面顶啦，吼、哦，下骹的部分都已经完成啊。吼、哦，再来就是一些控制盒，吼、哦，即摆这要接线组，吼、哦，就是配一个索尔的，吼、哦，一个新版的控制盒。哦，咱这一连串哦，即卖已经安装完毕啊吼。咱这车的声音档吼，这 YouTube 吼我已经录足济啊。啊，所以讲这只吼，咱就是录一下这边吼，这动物的声音吼，狼嚎啦，啊，老虎啦，狮子啦，啊个熊啦，吼，来听一下吼。Thank you.